现在玄瑶关系紧张，我若回去继位，哪还能有机会和你无忧无虑的在一起？李花小屋就在人间，你继任英王后，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，不用陪我在这里虚耗。 我在这里千年，难道就只是虚耗吗？这臭狐狸，千年过去了，竟还是如此不开窍。英族那边的事情实在是太麻烦了。 哪有这边清静啊？我还要继续找阿英呢。万一真如元启所说，阿英在人间历劫呢，说不定我马上就碰着他了。可，你父王那边……哎，你不用啰嗦了，我自会处理。